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崩坏星穹铁道 2.7 混磁交流营登场，击破队拼图来了。 3.0 减 3.1 卡池安排曝光， 2.7 新角色 V1 技能曝光，忘归人恶命逆天，满命星魂太色了。星穹铁道 2.6 卡池的乱破终于要来了，同时影月也会迎来复刻，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紧接着则是下半卡池沙金黄泉的复刻，以及后续 2.7 卡池两位超人气角色星期日忘归人的登场。人权卡加星五星旗 UP 星穹是真的有点招不住。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一起来看看吧。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开拓者们比较关心的 2.7 到 3.1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有关于 2.7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官方已经公布，其中上半新五星是星期日，下半是忘归人。说起 2.7 卡池复刻角色安排的话，就最新的消息来看， 2.7 上半同样是三角色混池，复刻的角色有希儿、银狼、警员，下半复刻的角色是流萤，下半流萤复刻概率较大，上半警员还是有一定可能的，不过并没有确定，大家看看就好，不保真。而说起后续的 3.0 卡池也会有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也就是之前提到的毁灭城女阿格利亚和黑丝冰制石城女黑塔 SP。 就目前来看，黑塔本体的具体形象虽然没有公布，不过就官方最近发布的相关内容来看，倒是像在为黑塔本体铺路，尤其是新模拟宇宙玩法中黑塔本体和开拓者的那段对话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至于3月1日卡池，据说会有一位叫做提宝的粉萝莉登场，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值得一提的是2月7日卡池的两位新五星角色星期日忘归人的强度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简单来说就是星期日是未来可期召唤队体系大幅，忘归人则是顶级配对超击破队最后一块拼图，区别就是一个未来可期，一个击破队立马起飞，且人气超高，有条件的还是推荐都拿下的。当然了，版本跨度大，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星穹铁道 2.6 卡池的乱破影月就要和大家见面了，紧接着就是 2.7 卡池两位超人气角色星期日忘归人的登场，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而说起 2.7 及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一起来看看吧。首先要说的就是 2.7 卡池两位新五星角色星期日忘归人 V1 技能相关了。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其中星期日的技能还是比较综合的，简单来说就是高配的布洛尼亚加召唤物，看样子倒是可以和霍霍组队，目前貌似也就警员能吃满，不过看样子只能高速警员了，所以说警员这波是要起飞了吗？然后要说的就是忘归人 V1 技能相关了。有关于忘归人 V1 技能整体来看很强，大招的150能量还是比较卡手的，就目前来看更像是替换同血组的，尤其是忘归人的二命相当于自带了一把555，二命还是非常逆天的，不过毕竟只是 V1， 后续还会有其他改动，大家看看就好。而说起星期日忘归人两位新五星角色技能特效也终于来了，其中星期日手中拿着本书，大招背景里还有些小的旧梦的回声，也就是星期日的召唤物停云，忘归人的战技和大招终结技也都会出现灵狐，就是不知道时机怎么样了，感兴趣的开拓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于停云忘归人的星魂图也被放了出来，废话不多说，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尤其是忘归人的六命给人一种出水芙蓉的感觉，美绝了有没有，同时还带一点点色，所以说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当然了，版本跨度大，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